应该不会追过来了。手机里打着吊瓶还来，剩下药不要了？没事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我在医院里就是无聊，看了看小视频就刷到了你，我就赶过来了。 都不要再把我推开了，好吗？无论任何事吗？对，无论任何事。我回到10年前，知道了一个真相。 什么真相？我知道陷害你父亲的凶手是谁。谁啊？什么？